这家旗袍店还可以帮妈妈配包包哦。哇塞，这个包我们一般是根据客人的衣服帮他搭配的，然后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，我们相对应的包包就可以为他们做成什么颜色。因为很多妈妈询问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手放在哪里，所以我们会帮他配一些手包，然后就是让他们凹一些造型啊，这样拍照片拍出来比较有感觉。然后这个包包的话，我们是用的真丝的面料，然后上面的话是用的打籽绣和盘金绣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近距离的看一下，它全部都是打籽绣绣出来的，而且是纯手绣的。包括这里面的话，我们帮客人是有配了一根金色的链条，然后它的话是可以有三种用法，然后这样可以手拿，可以单肩挎，还可以就是手拎包，然后多种用法比较实用一点，然后比较古色古香，拿上手包是不是更好看了？